行，你今晚住我这儿吧。你是床，我是沙发。开饭喽！快！你的是小粉，我的是小蓝。确定能吃啊？。怎么样？挺好吃呢。还有菜和汤。来，青椒肉丝，蘑菇汤。厉害呀，还会做饭。在外面上学多了，多多少少会摆弄点的。你也吃啊，快吃。我吃。我都不敢相信是我做的。你吃饭。你等会儿。怎么了？这么可爱啊，天然呆萌就长这样，没办法。喂，徐总。哎，杨英，工作的事我这边已经出方案了，你看什么时候方便。我回去见见他。赵总，快吃饭，都凉了。你是不是说话不方便啊？在应酬吗？不是，今天活动的时候手弄伤了，嘉欣给我做了饭，简单吃一口。手受伤了，严不严重？看没看医生？没事，应该过段时间就好了。那就好。我这边工作也差不多快结束了，等我回去之后，约你一起吃个饭吧。吃饭啊？明天不行啊，这周也不行，包括周末你都安排满了。我这周恐怕不行，下周吧，我提前约你。好，那就到时候再说。你手受伤了，你要多小心，知道吗？好，拜拜。来，快吃菜，都凉了。来，快。知道。我喜欢吃胡萝卜。胡萝卜呀，都是你，来，全部都是你。来，加点汤，喝。专门给你熬的。你笑得这么鸡贼啊？有吗？有啊！你再来个鸡贼的笑，更鸡贼的。你才鸡贼，赶紧吃饭。急着想看，快，快点，使劲儿，来笑，一二，鸡贼！好吓人呐！鸡贼本鸡，你是。这么好吃的饭，堵不住你的嘴是吗？堵得住。徐总，你怎么来了？过来看看你。进来吧。随便坐啊，我给你倒杯水。来，喝水。品味还是挺好，全都是著名设计师的家具品牌。是。怎么样，还疼吗？这两天好多了，过两天就拆绷带了。拆绷带是拆绷带，但伤筋动骨一百天，还是要注意休息。工作先放一放，多休息休息。这段时间有好多事儿要处理呢。工作上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跟我说，我还是会全力以赴帮你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我去吧。菜买回来了。徐总。佳君。来，欢迎啊，来。徐总，别站着，里边请，里边坐。
飞宇啊，你让我买的菜我都买到了。哎，徐总，晚上有应酬吗？今天晚上没有。好，留在家吃饭。哎，要不我们出去吃吧？都可以。怎么不相信我手艺了？这前两天不是吃挺香吗？就你那两下子，我明天早上能吃上饭就不错了。会，我做也可以。别，我这特别好。徐总一看就是上得厅堂入得厨房的好男人。来，我给徐总系上。系上小兜兜。哎呀，系上系上。哎呀，我们出去吃吧。出去吃什么呀？你尝过徐总手艺吗？系上。行吗？没问题。徐总，厨房就交给你了啊。来，月月，来，慢点。你好意思吗？脸怎么这么大呢？人家上赶着献殷勤，你给个机会呗。看你是不是忘了你三个月脱单计划，我还记着呢。关你屁事儿！我是你助理啊。我今天呀，帮你全方位考验一下他的生活技能，帮你把把关，条件达标，我才能把你放心的交给他。就你家还是我家？都行，要不这样，咱俩剪刀石头布，谁赢算谁家。滚！江月，海鲜酱油在哪儿？水之方的第二个抽屉。一个病号你好什么呀？先生，快尝尝。好，尝尝。徐总，来，动筷，动筷。味道怎么样？好吃哎。喜欢吃，下次接着给你做。是吗？手艺可以啊。那个就是，厨师想要放点醋就完美了，说是吧？你别说，嘉欣是真的懂吃。我确实没放醋，因为江月不爱吃醋，所以我没放。江月现在挺爱吃醋的，来吃个菜，补点维生素。你也应该挺爱吃醋，其实我也爱吃醋，正好我去拿一点醋过来。哎，徐总，你是客人，我都倒在一个碟子里面。好，喜欢吃的就站着吃，来吧，一起吃醋。来，徐总。确实，有醋就是好吃。这个好，这个好。我钥匙呢？我这么倒霉吗？徐总了，我还是回公司待一晚上吧。周总，你怎么了？钥匙找不到了。你都湿透了，会感冒的。要不先去我家收拾一下吧。
给三家开锁公司打电话，都没人接。谢谢啊。你不是跟李嫣嫣约会去了吗？没有，后面找借口逃走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他约我吃饭？你们俩在我办公室门口拉拉扯扯，想不听到都难。吃醋了？那倒没有。联系不上开锁公司怎么办啊？行，你今晚住我这儿吧。你睡床，我睡沙发。算了，还是我睡沙发吧。哪有让女人睡沙发的？床单我都换了新的。好吧。脚扭了吧？涂点药。我自己来吧。没事，你坐。知道吗？